雄联盟。来吧，好无着。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本来我想玩把王八的，这么地儿吧。国服，国服不能玩吗？国服，玩一玩国服。全军出击！呀，这谁呀？这谁呀？就你要落手啊？又多 A 了我一下。你以为你能打得过我？其实你是肯定是能打得过我。这个一键喊话怎么回事？完了，我摁了个波浪键，给我弹了个一键喊话。拉一下好了，我让他多 A 了我一下，你知道吧？我刚才按波浪键的时候，给我整一键喊话出来，给我整一整一哆嗦，没得劲儿。小问题，先开个预言啊。哎，测试服那个，那叫什么来着？测试服的那个。装备啊，更没更新呢。我说出装备了吗？新装备。二级学个 W 吧。哎，在哎哎，狗熊马上到。哎呦，我的人头！这人头必须得给我啊！好久没用这个皮肤了，手感可不咋地呀、啊！这兵给我漏的，我靠！你干啥呢？走，我们回家。哎，这种无脑的英雄，我下把也来一把。上手就是快。玩落手，下把玩把落手，行不行？我还是想玩王八。你看，像这种兵线吧，我们就很好。但是为了这一波，我们能跟他拼得起来，我决定还是把这些兵啊先给他清一清。先扣一下。行嘞。AE,A 接口。再 A 点燃 W A 再 A 一个扣，刚才那个 E 是怎么回到血的呀？慢了，可能是慢了吧。
他们家打野是个啥呀？皇子，先插个眼啊，看皇子啥时候来。走了，不行了，不能再推了，再推要死人了，快跑！这车我收不了了。把这卖了，饼干卖了是可以加蓝的哦。如果你想经济好的话，你可以跟德赛一样，赛刀皮还加饼干，这样你能领先对面150。200、300，至少能有500-600吧。先 Q 九头蛇，1 W A， 红雷接个 Q， 干嘛呀？我6了，挺吓人的这。你要回家我就吃你塔皮，你要不回家我就把你杀了，我看你怎么玩。来，来这里啊，截住他。直接战草丛来截住他。2 A 3 2 1 W 一开，别让他打血怒啊！一个双 Q 带走他，交闪。艾克来了，这打不过，跟他要会儿圈啊！拜拜，跳弹。我不仅跳弹，我还回来收兵，我气死你！上气不？拜拜，溜了！浪费十杆在这里，简直浪费十杆！不赶紧回中路收兵呢，浪费这么长时间。小驴人补了20来个刀，这小驴人怎么补刀还比他还少呢？啊，不对，等级比他少。不打了，那你就一个兵也别吃。我没有关系的。俺的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。昨天我买了个模型，魔动盒的，什么潮人呐、哦？哎呦我那个扎手啊！怎么的？你旁边有人啊？你先死，皇子也得死，对，好盖，别着急交易啊！那个扎手啊，我的天哪，你能给我扎死。什么黄龙白龙啊，黄龙，哎呦我的天哪，
过两天我把它摆在我后边，我让你们瞅一瞅。我以为800块钱，我一开始我还说着，哎呀，我这么便宜啊！哎呀，这做成这个样，这么大才800块钱，我都一看不对劲儿，可是个扎手的玩意儿呢。回家了，无敌了。来个扫描，小龙谁的呀？他们家的。小龙还有91秒刷新。现在这一波有两种情况我们可以干的。第一，去中路吃他们的塔皮；第二，去打峡谷先锋；第三，去下路。我决定先来中路吃几层塔皮，给我晕他！还不交大招，还把他吃没？你先来啊，我去他们家野区看看去。我看这黄子是不是打红的，我找找他。耶，这黄子居然不打红。哎，好松。我把这皇子杀完了，我们往左边走啊！不追了，你也追不了。我先打个小狼，攒我10层被动，回点血啊！你干嘛？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你还追呀？再推一波吧，细吧，这细节一点。下路塔皮还没吃呢，没空了呀。下路5层塔皮，但是30秒之内我吃不着啊。这脱落了都要。拉倒吧，这么地儿吧，杀点人吧，不行，杀点人就当吃塔皮了。5层塔皮，1、2、3、4、5，5×150，5×5=25，750，杀3个人吧，杀3个人不就吃塔皮了吗？我们已经神装了，来跟我上来，直接越没事。你俩干哈呢？那进夫，直接上啊！这有闪，这又干嘛？黄子死了吗？黄子没死啊！哎，黄子怎么能没死呢？黄子去哪了？回家吧。我不知道啊，黄子去哪？好送，又一个闪现，别急啊，让他拉，先拉完我们再上，省着给我们给控了。
哎，这个夹没怎么用吧？这我有吸血的。别急上啊，等会儿等会儿等红 buff 没了的。我们回家。这是不让回呀，这一看呢。我都不行，这得闪了。这泰坦确实有点吓人。太追呀，追吧，我有红 buff 回血啊，不着急，我们能吸血。我在塔下了，太追呀，啊，这有点过分了吧，这啊，你这辅助要单杀我，都不掉血了都。那红不刚消失吗？红 buff， 完了，买错了。据说新赛季有个神话装备哎，我现在打个大龙都没有。啊，就是只能出一个，地下城只能出一件的那种，可以附个魔，好像是。Hello Hello。来，今天早点下播啊，给我妈送点月饼去。顺便给咪咪捡个底下。再给他整整东西，看看给不给他洗个澡。吞噬你！完了，没了。狗熊是想迅速的拿下这一分呢，我这一看。打不死应该，又提前下班。本来昨天我都想提前下班呢，昨天还有事儿呢。本来我昨天我就想提前下班的，我都没下，我一直还打到了七点钟啊，七点钟六点钟忘了。昨天我就要下班的，本来。